你这臭啥哪里？大叔呀，你转来哦。大凯哥哥，伊是啥啊？伊是阮大叔呀，孙悟空啊。哦，悟空哥哥来啦，来。吓！哎，你哪安尼哈？悟空，你哪会对人无礼貌啦？师傅，伊拢是妖女呢。悟空，你哪会对人安尼？人生意请咱食饭，你敢骂人是妖女？师傅，你是叫伊卖去啊？哟，伊喏，真正拢是妖女啦。悟空，不管伊是啥物人。 你若会晓生意报喜，强勇出家人，就是功德母娘的大施主，你哪会敢看轻呢？这，喂，你是啊？啊，你怎么是要转？你稍等，老三呀，哎，行，我请你，跟我来去食一个粉米吼，食粉米？慢。 你两个在创啥？紧去招帅哥！帅哥！好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拜托，安尼我只只袂调，我只只袂调。哎，老三呀，莫在遐妖怪假设你啊啦，行啦。哎，师爷，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。咱若真正找粉味的，师傅若知影，一定会生气。 卖讲啊，师傅，只要咱两个人卖讲，啊师傅也唔知影，安尼唔就无代志啊。就真的师傅唔知影，大师爷一定会知影，卖卡妥当啦。两位，恁师傅是毋是合作东山庄？你哪知？当然嘛知影，伊是阮的上宾，是伊叫阮来遮请恁去的啊。阮师傅叫你，来叫阮去哦。 你若唔相信，无你对我来去问就知啊。阿兰，你阮叔即摆人是啥物所在啊？伫阮的盘丝楼啊。啊？盘丝楼？来来来，你慢啊！你慢，陈大哥哥，我甲你倒地车来啊。八戒，我请。叔啊，叔啊，啊你今仔日遐车啊？是啦。啊，悟空，阿伊人呢？叔啊。 啊，大孙仔都讲冻袂着吼，要紧来找你啦。啊，你无拄着伊个人哦？无啊，师傅啊，大孙仔无乖啦，伊无听你个话吼，第一整口等你，所以伊即摊食袂着，应该啦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这是吉利花呢，啊，你出家人太使来即款所在啦。何正，出家人是袂晓敬主布施。 你若会晓生意报喜，请卢施主真好意，卖素材要请出家人，这是功德母娘的代志，咱应该省转因啊。对啦，老三啊，对着叫做吼，你两个吼，赶紧向遮卢施主说一下多谢。哦，无，你若要讲话咧，恁两个吼，赶紧向遮卢施主说一下多谢。我有名有姓诶，我姓敖，名玉生，敖玉生。哦，你叫敖玉生哦。哦，好啦，莫找你遐，来，今日才坐，今日才坐，你放倒。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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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还有西部，多谢恁的招待，平静思道死的就出故事啦。三庄哥哥，哪着遐尼啊赶紧啦？拄好食饱尔，搁加坐一个啊。阿弥陀佛，平静搁要赶去西方取经，为了救人。
就算讲要去西方取经，嘛无遮尼赶紧啊！你留落来住两天啊，啊要去嘛还阁袂慢啊！阿弥陀佛，取经的责任重大，唔敢耽误，就出故事。师父啊，咱若即摆离开这，啊毋是要住倒位？我看吼，还是第一只大只好啦。这哦。对啦，三庄哥哥，这附近吼，敢若阮凡师尊一个庄头尔。你若离开这，阴暗恐惊就无所在通好过暝哦。你住落来啦，啊若要走，明仔载才拍算嘛，哈。好啦，若无兵精师徒四个。就踮遮，甲伊交了食。师父，袂用的啦，阮袂使在遮睏啊，遮吼太危险啊。